患者啦，退烧过后就一定是开始好转，真还是假？是假，假，真而已。通常一退烧就是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让他康复。退烧之后才是他的开始，他开始受苦，他开始慢慢的痛，才会那个关节痛。对，我记得退烧以后我们没有好转，还是觉得还是只要吐。应该不是，对，两个答案是真还是假，答案是假。但是很多时候是七天过后，那个检查板还是继续死，要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检查板才可以。所以第七天没有发烧，人比较舒服一点，但是不可以自己下床走路。如果万一跌倒，烫伤了脑部出血，是大问题。我感觉我们对这国内这个知识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了。哦，对，那都很清楚了，顶级了。对对，没错。所以谢谢你的小游戏啊，通关通关了。今天还有中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进入讨论哈。是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见。一条就够强了，小小一条，威力无穷。